Hello， 大家好 ，Welcome to my vlog。这几天我会去怡保公干，然后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怡保会吃些什么美食。因为怡保有句话说，怡保出产美女，怡保美食多。Much later. Six hours later.我现在来 check in 咯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因为我住的酒店后面就是购物中心，所以赶紧去购物中心。早午晚餐吃，然后先出来这边附近走走。
原来靠近酒店这里有很多小吃，然后走了一圈，然后打包了一个黑糖豆花试一试。这个通道就是连接酒店跟广场的。因为我住的房间有这个浴缸，所以现在忙了一整天，是时候放松心情，好好享受一下。我们现在来试吃一下这个黑糖豆花，它的黑糖很香，然后这个豆花很顺口。不错吃，看明天有没有机会再去尝试不一样的美食。多一下子要睡觉了咯，明天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早餐是如何呢。晚安。